莊臣咧喺香港扎根40年咧，我相信好多在座嘅來賓咧，可能都有見過我哋嘅清潔車喺街度行走啦。咁我哋過去幾十年咧，都建立咗一個喺環衛方面一個比較信賴嘅一個品牌啦。咁我哋希望咧嚟緊咧都會繼續為大眾服務啦。咁除咗清潔之外，我哋亦都在下游方面呢，我們也都擴展了我們的垃圾運輸服務，希望呢在廢物處理和回收方面呢更加可以做得更好。另外呢也都橫向發展了一些清潔機械人的一些引入一些資訊高科技的產品，希望呢可以提升了我們在清潔方面的效率，還有呢在疫情方面呢減少員工呢可以跟其他人接觸，保障他們的安全啦。除了這些之外呢，我們在我們的數據資訊平台那裡，我們都引入了很多高科技的產品啦，例如一些 AI 智能的分析啦。最近我們也都幫政府呢作為一個他的合作夥伴呢，在香港的公共廁所呢引入了一個 AI 智能的系統嘅，咁咧去分析一啲公眾人士使用嘅時候咧嗰啲咁嘅情況啦，咁從而咧提供一啲更加精準、更加到位嘅服務。咁第時有機會咧，可能你哋使用嘅時候咧，留意一下啦，睇下有冇呢啲咁嘅服務喺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都會繼續努力啦，喺我哋嚟緊嘅將來咧，繼續做好我哋嘅服務啦。希望繼續創造一個一個環衛綠色的城市啦，同埋咧喺呢個資訊發展的情況之下咧，我哋可以更加推廣，等多啲人認識到咧呢個愛護呢個地球同埋保護呢個環境啦。咁我哋希望咧未來，我哋希望咧喺大灣區咧繼續拓展我哋嘅業務，咁利用我哋喺企業嘅優勢咧，繼續承擔咗我哋嘅社會責任，構建一個綠色環保的城市，同埋咧為各位大眾市民咧守護你哋嘅健康，多謝大家。